大家好，酱大骨很多人都喜欢吃，但总感觉自己做出来的味道一般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今天就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大棒骨冷水下锅，加葱姜，再加点料酒去腥。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冷水下锅，这样才能把里面的血沫给煮出来。焯水后冲洗干净，放入砂锅，用砂锅炖，可以让棒骨肉在100度的汤汁中逐渐变得松软嫩滑。将食物中的大分子营养物质分解成小分子，这样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接着放入葱姜干辣椒，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大棒骨酱汁。接着再加入一罐啤酒，啤酒有去腥增香的作用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大棒骨，然后盖小火炖1个小时，时间到了打开，哇，真的太香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酱大骨酱香浓郁，软烂入味，非常的开胃又解馋。好了，喜欢就在家试试吧。